好，倒车。民警前后包夹，喝令下车，但嫌犯还想做最后的挣扎，来回猛撞警车，还前后撞了两次，逼得民警直接下车，强势破窗逮人。怕嫌犯伤到人，还有民警掏枪戒备，发动第二波攻势，破窗后硬是把车上的两名嫌犯全拉出车外，将人压制在地。这三名才20多岁的嫌犯当街被逮后，通通押进警局。他们全是诈骗集团车手，在 ATM 领钱、提领的次数多到被民警盯上，才会在街头包夹抓人。警方从他们身上查获高达61本人头账户存折，还有51张提款卡，数量相当惊人。连结期间，因为各个 ATM 啊，甚至那个银行，他们都会会有那个休息的情形，那当然诈欺车手也希望借由这一部年前这个短暂时间赶快那个冲一些所谓的业绩。过年前诈骗集团变本加厉，民警守在各大银行搏命逮捕车手，要保住民众荷包。记者连元彬、谢佑宇台中报道。